们的场中分段来迎接我们的环形舞台带来的
看到这么多汉娜家人的上加油，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是非常感谢你们来到现场帮我们加油，然后非常开心，我们都有见到你们啦，谢谢。谢谢。那其实，在本周打完，很快应该在这几天就会公布我们下半季的赛程跟赛事。自己最近在面对，不管是在这几场的调整，还是面对下半季赛事，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好，然后赢球的心态，然后在比赛里面就是做好。掌声鼓励！哇，希望可以拿到比赛的奖金，把比赛最好。那当然，最后我们也要请阿德准备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签名球。那刚刚在舞台上的球迷呢，也会得到阿德的签名球，还有我们今天我们的纪念的证书。好，我们先请阿德来进行签名，同时也会来公布一下今天就会得到我们 MVP 张继德的签名球，分别是我们亚瑟传奇0073的赖先生，赖先生恭喜！亚瑟传奇第二位挑40号赵先生，赵先生恭喜！那还有我们亚瑟王后三码497的许小姐，亚瑟王后三码830的林先生，以及一般会员郭先生，还有周先生，以上六位都是在今天幸运得到我们当地的阿德的签名球。啊，也看到阿德已经在进行签名，待会呢这个球也会送到本舞台，也希望大家不管现在这个赛事结束，明天后天迎接情人节，好不好？带着你的伴侣，带着你的女朋友，可以来球场来看球，也希望将这比赛这么好的精神，他们都会我们持续。继续面对，不管是每场比赛，也面对我们下半季赛事。我还待会呢，我还和签名完哈，他还有很多汉江家人在现场等待。那可以，待会阿德签完，我们再一次张继德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张继德我爱你，谢谢他今天让赛事有这么精彩的表现。明天我们还有一场也是对上中信兄弟，对啊，对上半季。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但是希望可以继续维持我们全体的战绩。全场张继德，我爱你，献给他，1、2、3，戴上您的口罩，务必保持好社交距离，开门行动。再次感谢大家。